咱们前头天国，天国的说法，天国的放光，佛照到地狱，地狱那是个众生生在斗帅陀天，天国就说法，那是天国说法，这个不同了，这个佛的光明加持普贤菩萨，让普贤说法，显示如来种种的自在开悟无量菩萨，震动十方世界，除灭一切恶道苦难，扬辟诸魔宫殿，显示一切诸佛如来作菩提座成等正觉，借一切道场众会作事事宜而来又要菩萨会众，光啊都照完了，得菩萨大众会众，若普贤菩萨摩萨口，光入普贤菩萨摩萨口，其光入矣，普贤菩萨身即狮子座，过于本时即入菩萨的身座百倍，比其他的菩萨这个菩萨那个座位啊高出百倍，与佛如来之座齐等，除了如来之座之外嘛，这他的普贤菩萨座高广无奈。若普贤菩萨摩诃萨口，教以口传，佛的教导啊是以口传说的，代代相传，是加持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是因，佛光加的是果，因果同时，就是显这个法界的本体差别无奈的象征，从顶放光加持文殊师利，那是根本智，从口放光加持普贤菩萨入普贤菩萨的口是差别智，根本智不离差别智起用，根本智起用是差别智，差别智是依着根本智而起的，差别即根本，根本的用即差别。尔时如来兴起妙德菩萨，那普贤菩萨得佛的光明入口，那文殊师利菩萨就知道了，这法样普贤说，知道不请示佛说。尔时如来兴起妙德菩萨，问普贤菩萨摩萨言，说佛子，佛所示现广大神变，说你也参加这会中了，看见佛的广大神变了，佛这个神变嘛，能与会大众菩萨都生起大欢喜心，因为佛这个神变使这些大菩萨皆生欢喜，不可思议，不是一般所能知的，是莫登知啊！一切世间不知道这什么瑞相啊！普贤菩萨摩诃萨言，文殊师利菩萨问普贤菩萨答：佛子啊，我于往昔见诸佛如来应证能觉，示现如是广大神变，即说如来出现法门，我在过去古佛时代看见其他的诸佛也入世，也现在这个广大神变，如我思存，说我想嘛，现今现此相
佛现这个项目是当说其法，把佛这个现象表现这个神通啊，我想啊要说这个道理，当说法就是说法时候到了，一切大众悉皆震动，出生无量问法光明。出生的问了，这普贤菩萨这样说，文殊师利菩萨就来问他了，那你就请你说一说吧，就这个含义，话就是这个意思。出现问法光，所以文殊菩萨就问普贤菩萨，使兴起妙德菩萨问普贤菩萨言：佛子啊，菩萨摩诃萨云入何止？诸佛如来应正等觉出现之法呀。文殊师父就向普贤呢请求说了，说是普大菩萨怎么样才知道云何止？一切诸佛应正等觉出现之法，出现有出现之法，那你经过你看见故佛，那就请你说一说吧，愿为我说。佛子，此无量百千亿诺由陀菩萨众会说，现在来此的法会当中，这些个佛子都是九修正业的，念会成就，就成就大智慧了，都得道与究竟大庄严的，都是受佛嘱托，都入佛位了，将即成佛，都具足佛威仪之行，所作所为都跟佛的威仪平等啊，都是正念祝福未生忘事，念念不忘祝福，善根佛起，以大悲的愿力观察一下众生，决定了之诸大菩萨神通境界。说这些与会来的呀，都能够有大菩萨神通境界，都得到祝福神力加持，能受如来的妙法，都是大法器，能够接受如来的妙法。据说如是等无量功德皆已来济，都来召济，来济此会当中啊。佛子，文殊师利称普贤菩萨，佛子如已成与无量百千亿诺陀佛所称是供养，成就菩萨最上的妙行，与三昧们皆得自在，得了无量的种子了，自在无奈了，你已经入了一切佛秘密之处，佛的甚深的秘密之处你已经入了，止住佛法，就是一切佛法你都能知道了解，那你给大家断了疑惑吧，断众疑惑，是为如来神力所降，直众生根，随其邪要，我说真是解脱之法，随顺佛字演说佛法，道于彼难，有如是等无量功德，到此嘛，文殊师利菩萨又称赞劝请普贤菩萨：善哉佛子，愿说如来应正能觉出现之法，希望你说一说如来出现之法，出现品嘛，如来现世间嘛，出现之法里头包括的
身相、言音、心意、境界、所行之行、成道、转法轮，视线入涅槃，入波涅槃。见闻清净，所生善根，入世等事，愿皆为属。文殊师利菩萨就请普贤菩萨把这些个事给大众演说。文殊师利菩萨又向普贤菩萨请求说：“佛子啊，如已成与无量百千亿诺陀佛所诚实供养，说你供养很多很多佛，供佛就是闻法呀，那你闻到很多的妙法，哎，当说一说呀，成就菩萨最上的妙行，说这些妙行不可思议的修行，你已经修了，你知道了，与三昧们皆得自在，这是定啊。石定品讲定自在，定自在。执著佛法，执著佛法者，单说一句话，说佛所著佛演说之法，你都知道，你也能教导，断众生疑惑。以佛法除众生疑，为如来神力所加呀。这些个你能演说，因为什么呢？佛力加持你，知众生根，上能以佛法，下能加持一些众生的根气。知众生根呢，就是知道众生的根气。日等事，愿皆为属。而上来我请求这些事儿，愿你一一为属，皆能说，你都能演说。十二如来兴起菩萨与从明此意，是从诵啊。再说一遍，是文殊师利菩萨说，我再说一遍，假寄诵说，善哉无奈大智慧，善解无边平等境，愿说无量佛所行，佛子闻已皆心清。这是文殊师利菩萨请普贤说的，说呀，大众都希望你来演说，欢乐的、愉快的、庆幸的，听你来说无奈的佛的大智慧，善解是佛说的，如来平等的境界，把佛所行的如来现象是果，怎么样达到这果呀？佛所行处，这些个与会的大菩萨呀，都能说行，行佛所行处，佛怎么样做的，他都能做。那么现在学定、学会、学戒，这都是佛所行处，咱们也在学佛法，就是觉悟的法，觉悟之法，佛所说的法，佛所做过的，就是佛所行处，都是佛所行的，咱们也在行。不过咱们行的呀，非常的浅，非常的局限，非常的小。菩萨云何能顺受诸佛如来处行事？
云何身与心境界，其所行处愿皆属说佛的随顺而入，说佛的出行在世间，说佛的三语业，三业的境界，身业、语业、意业，己所行处愿皆属，把佛的身口意、佛的境界相，就请普贤菩萨演说。云何诸佛成等觉？云何如来转法轮？诸佛怎么样成等觉的呀？就是诸佛怎么样成佛的呀？诸佛如何的说法度众生啊？就是诸佛的转法轮呢、啊？是吧？善云何善喜般涅槃？为什么佛要入涅槃？大众闻一心欢喜，你说一说吧。你要说了，这与会大众听到了，都心里生欢喜心。要有见佛大法王，勤勤增长住善根，愿说彼入功德藏，众生见已何所怀？诸佛法王，法自在啊，王者自在意，诸佛与法自在的。能够勤勤佛增长善根，没有勤勤听佛的功德，说诸佛的功德藏，藏着含藏的功德，就是说说佛的功德，众生见已何所怀？众生要听到你的说呀，一定收怀很大的。众生要见见佛，他收怀很大的。要我得闻如来名，要现在是要涅槃。要人得到如来的名号，闻到如来的名号，说这现世当中，就能了生死了。入涅槃就是含义。要比辅正深印信，有何等力愿悬说？要闻到佛的名字，见佛的像，闻到佛的功德，他们得到利益是相当大的。到达什么程度呢？请你说一说，说佛的功德，赞叹佛的功德。如果众生得闻名，得清见，得大利益，十六菩萨皆合掌，瞻仰如来人皆我。说你看到没有，大众都合起掌瞻仰佛，还瞻仰你普贤菩萨，还及我文殊师利菩萨。这就是华严三圣，大家看着三圣像吗？华严三圣，文殊菩萨跟普贤说，你看见没有，这些菩萨合掌合着掌瞻仰如来你和我，瞻仰如来人皆我，大功德海之境界。说佛的境界啊，是功德之海，沾上一滴得到佛的功德了。净土众生愿为说，世界众生都能清净，愿忍者为说。要以因缘及譬喻演说妙法相应义。这里头有因缘，什么因缘呢？用譬喻的方式，佛的功德是不可言说的，加比方，举现实例子，大家能明了的来说，演说妙法相应义。妙法就是佛不可思议所证得的果德与此相应。众生闻已发大心，
愿净自净入虚空，一净自净。众生闻到此法，闻到要成佛的法，一定要成佛，和大菩提心，一净所有一些惑代表啊，疑惑是代表的，一切惑焰都清净了，都断了，惑断了，智慧就清净了，使一切众生他的智慧像虚空广大，无障碍，如遍一切国土中诸佛所现庄严身，无一切处佛不现呢。说佛呀，遍满一切国土，有众生类就有佛说法，有众生类就有佛现身。说佛所现的庄严的法身，要以妙音及音乐，说以你说法的妙音，但是你要加比喻，加个像音乐，音乐就是说，你要说直接说佛德呀，众生不能懂得，要加因缘譬喻来解说。四现佛菩提亦如是，佛的菩提呀，就像你那音乐所说的一样，佛的功德也如是。十方千万诸佛土，必有诺陀无量劫。十方千万诸佛所呢，诸佛土呢，是要处所说的，处所说的。诺陀无量劫呢，有十分说的，时间跟地点，说法必须得有处所，在什么地方说的，什么时间说的，就是时间及地点。如今所记菩萨众，于彼一切悉难见。现代的词汇当中所具的大菩萨，于彼一切悉难见，他们现在没见到佛的境界，感觉是很难见。属诸菩萨显恭敬，恭恭敬敬，诚诚恳恳的，与微妙意生可仰。这种微妙的道理生着甚深可仰，就像没有水喝饥渴一样的。仰是仰望，仰望，人往高处看就是仰望，就这个含义了。说对佛呀，尊敬崇敬的心情，愿以具心具开眼，就请你，我希望，我以清净心希望你开眼。眼什么呢？如来出现广大法，咱这出现品呢，如来出现的最广大最深深法。这一段就告诉说，这一些大众可以听你甚深的法，都是心地清净的，以净心来听净法，不会有过错的，没有任何过错的。你毫无隐瞒的，据说有不遗漏的文义句，说法就包括呀，文句文身呢，说法得有言说
言说有词句，词句成文，文含着道理，就是义理，都要记住。这辩才之中，无奈辩，是无奈辩。文殊菩萨请问了十段，每一段都记住十，十时无尽，请法无尽，义理没有遗漏。尔时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告如来兴起妙德等诸菩萨大众，佛则此处不可思议。佛对文殊师利菩萨说，乃至于与会的一些大菩萨说，法甚深广大，这前头的呀，因神果成就的果德，就是如来出现果德因缘甚深广大，就答复文殊师利菩萨所问的了，说这种道理不可思议，不是心里想得到的，不是议论所能达得到的。所谓如来应正等觉，以无量法而者出现，何以故？非一缘，非一世，如来出现而者成就的，不是一缘一个因缘佛就出现了。哦，一件事如来出现了，不可能的，那就很多很多了，有十无量、百千阿僧祇寺而成就的，十个无量、百千阿僧祇来成就的，那这个十个无量、百千阿僧祇的寺都是些什么事儿啊？这料说啊，经文上都是料说的，何等为实？举出普贤菩萨举出一个实，哪十种啊？哪十种阿僧祇事？这一下呀，每句都是无量，这是总说无量，过去无量，什么无量呢？十二受一切众生发菩提心，成就一切众生发菩提心，无量。佛在过去度一切众生，劝一切众生发菩提心，说一切蒙佛教化的众生能够成佛的，也能成佛的，无量无量。过去无量清净殊胜自要所成功，佛在过去，过去都是指佛说的，佛在过去修行无量的心，清净的、殊胜的、自要的，这成就现在出现。过去无量救护一切众生大慈大悲所成就的无量，没有佛无量劫无量生以大慈大悲心成就众生，救护众生无量。
过去无量相续行愿所成的，行普贤行，发菩提心，成就普贤愿恒，无量无量的。过去无量修济福德心，无厌诸所成功。现代佛的现象出现，是因为过去修智达到圆满，修福达到圆满，福慧两足，没有厌足，才能圆满到现在的成就佛国。过去无量供养诸佛，教化众生所成的，这就是咱们说的上求下化。上求供养诸佛，求佛法，下化教化众生，佛佛入世，咱们将来也入世，学着入世做。过去无量的智慧方便清净道所成的，这个无量劫行菩萨智慧的方便道，过去无量清净功德藏所成的，成的现在出现。过去无量庄严道字，庄严佛国道，清净道字所成的。过去无量通达法义，通达也住解一切法而成道的。如是无量恶生起法门，圆满成于如来。说现代佛所成的道业，现在出现的果，是过去这些个因，举了十种因呢，实在就包含一切了，包含一切了。十无量，咱们过去讲，现在讲的十无量，这十无量就是无量中每一门的无量，实是无尽，而互相舍，举一舍十，实在成百，实是无尽呢。言起多的，随举哪一门，都是无量的，一门就含一切。十无量，普贤菩萨说这十无量是很次第的呀，很次第的。发大心，第一个得发大心，才能成佛呀，才能出佛，才能出现呢。发大心，咱刚才念了。什么是发大心呢？出现的大心，上求，上求与诸佛，上求诸佛什么呢？慈悲，加诸佛的慈悲，下化众生还是慈悲。当就当初求诸佛慈悲。加持自己，那自己转以慈悲下化众生。修佛道也是行，行，修佛道是修行啊，化众生也是行，把自己修行的教化众生，让众生去做。
我们现在每位道友大家都在修行，不管你修什么行吧，修才有行。你把你心里想的加以修理修理，想的不对头啊，把它修理修理，排它出去。身体所做的身业，你身体做的不恰当，要修理修理。修就是修这样子，咱们看一个东西不顺眼不好看，修理修理，供个花瓶嘛，摆的地方不对，经常换换水，都叫修理修理啊，这叫修行啊。但是这个修行呢，就是你的行为啊不恰当，不能入佛道，把它修理修理入佛道。修行的含义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修理你的行为。修理他做什么呢？让他不离开佛，不离开智。所修就两种，一个福德，一个智慧。佛出两足尊呢，就是辅助慧主，不离开佛和智慧。要是辅业胜了，也要修理修理啊，让他智慧跟福德都平等平等。辅言自言，修理智慧很不容易，就是你心里头啊所想的所念的，你可以用比较而言。拿什么比较呢？圣教量，就是佛所教化我们一些法，那你这个心理心智相合不相合？要把它修修理，它跟佛的智慧相合。什么的衣服脏了，知道去洗一洗，好多日子没洗澡不舒服，洗个澡，这也叫修理修理啊。你没得智慧，修理修理不就有智慧了吗？想佛所想，行佛所行，就真正福德智慧了。但是呢，智慧里头有个方便道，有个教道，有个正道。咱们经常讲无著、无着、无法，那是正道。还修行还有些助道的方法，说我们业障重，磕个头，拜拜忏，读诵大乘。你看你念一遍金刚经，就说金刚经吧，好大的功德呀。你感觉到没得吗？没得多读出大乘经典呢，读一遍有好大功德呀。你读地藏经，观世菩萨的护法，佛嘱托观音菩萨护持地藏经，那你要感到没福德，多读诵大乘，这不清净了吗？智慧光严了吗？智慧增长了。正道呢，直观一心；主道呢，三十七道品，都是主道啊。乃至一道、二道、三道、四道、五道、
一道一心正念真如，这是一道。主道呢，行慈悲，行喜舍呀，做慈善事业呀，嗯，建塔造寺，南洋众生，这都叫庄严呢。最后了，执心正念真如，究竟一切法的根源，这叫真实字。前面所行的都叫方便字。那么佛今天的出现，过去所及的因，无量无量的因，无量无量的法，都达到圆满。这个圆满不但是自利，包括利他，利他即是自利，就是二利果德。出现这个含义，似乎这以前没出现，现在才出现，这叫出现呢？没有，出现了，这是一种含义。另一种含义呢，佛是常时出现，没有不现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不见？也没相应，没相应，这也得通啊，得神通啊，你的神跟佛的神通了，神通就是感和应，感应道交难思议，不可思议，成熟了，你的感，诸佛菩萨的应，感和应结合了，成熟了，这叫不可思议。今天就讲到这里吧。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，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，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，享受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，仍然追求视觉上的冲击，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。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，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，而我即将成为饲料，被一只巨蟒把玩。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。透过大师傅的接引，我来到了天堂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，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，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。渴望自由的心。被关在囚笼里的野狼，为了咬开笼子的铁丝网，他的嘴一次又一次地被磨得鲜血直流。然而，他咬得断笼子里的铁丝网，
却无法咬断铁丝网外由钢筋焊接而成的囚笼。他可真执着啊，整整咬了一路啊。不用管他，这一路上我们都不给他食物和水，我看看他还能坚持多久。一路上滴水未进的野狼被关进动物园笼子里的时候，他已经虚弱得快站不住了，但他还是努力地站稳，努力地抬起头。大叔，不用给他点食物吃吗？这一路上他可是一点东西都没吃。这头狼野性太大了，饿他几天磨磨他的野性，要不然他是不会老实待着的。没错，他一旦吃饱了就不会安分下来，现在就这样把他晾在这里，让他学老实点。说着管理员转身离开，司机和小王看狼一眼后也跟着离开了。囚禁野狼的笼子三面是铁栅栏，一面是水泥墙，野狼背靠着墙壁趴着，然后目光朝着笼子外远处的山脉看去。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，动物园里的人都离开了，空气中传来了一阵阵虫鸣。野狼听到后一愣，他激动地站了起来，踉跄着走到囚笼的铁栏杆处，然后张开嘴狂怒地咬着那些钢筋，血又一次顺着他的嘴流了出来。这一路来的反复较量已经让野狼明白自己对钢筋的无奈，但他还是忍不住啃咬，因为这是能让他发泄仇恨的唯一东西。我要出去，我要回家。别白费力气了，只要来到这里就出不去了。是啊，安安心心的在这里待着吧，好歹有吃有喝，你这样吵闹，人类是不会给你食物的。他们不给我食物，那我就自己捕猎，你们就可以当我的食物。野狼，省省吧，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在这里待着吧，否则你会死得很惨的。哎呀，那东西能吃吗？看来这只可怜的狼活不了多久了。你怎么知道这只狼活不了多久呢？之前那里也关了一只狼，那家伙也像他一样不停地咬着铁栏杆，最后他死掉了。即便是在临死时还傻乎乎地啃着栏杆，现在这只狼也这样做，他也是离死不远了。愚蠢的家伙，那东西能吃吗？原来是这样啊，让我看看这个愚蠢的家伙是怎么死掉的。说着他们带着嘲笑的目光朝那只狼看去，这只野狼显得非常愤怒，他用尽全力发出了一声长嚎。两只豪猪听后大惊，不由得后退了几步。野狼叫完后一下子倒了下来。哎呀，他这是死了吗？狼哪那么容易死掉啊，他只是昏过去了而已。梦中的狼想象着自己快乐的生活，无拘无束，到处游玩。食物，好饿啊。不错，这个家伙开始吃东西了。肯吃东西就好，那样就能在这里活下去。若是在平时，野狼是绝不会吃这种来历不明的食物，但现在不同了，因为他深知如果不吃东西的话，那自己的下场就会像豪猪说的那样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吃完食物的野狼趴在了地上，他微微闭上眼睛准备休息。这时候游客走了过来。哎呀，你看这里又有新的野狼了。是啊，自从上一只狼死掉后，这里好久都没有狼了。不过这只狼看起来病恹恹的，我看它也活不了多久。野狼是很难驯服的。
他们被关起来后，总是想尽办法逃离，最后的结果却是把自己给折腾死了。原来是这样哦。可恶，怎么这么吵？白天是狼睡觉的时候，可他哪里知道，白天也正是动物园开放的时候，一批又一批的游客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，隔着笼子围观他，挑逗他。喂，你这个懒家伙，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啊？游客拿出一个核桃，然后朝笼子里的狼扔了过去。笼子里的那只野狼正在打盹，那核桃一下子打中了他的脑袋，他愤怒地一下子跳了起来，然后朝着笼子外的游客呲着牙发出一阵呜呜的叫声。哎呀，这只狼还挺凶啊。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这只野狼似乎已经认命了，虽然在心里依旧渴望着自由，但只是渴望而已，他知道自己是无法从这里逃离的。几个月后，又有一只年轻的小野狼被送进了这个笼子里。这里是我的地盘，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，谁想跟你抢？更何况你这个家伙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年轻气盛的家伙，来到了这里还不老实。小野狼转身离去，不想理他，然后来到了铁栏杆处，他张嘴大口地咬起了铁栏杆。没用的，你是咬不断那些铁栏杆的。你看到没，又来了一只咬铁棍的傻狼。喂，省省吧，那东西不好吃的。小野狼像是听不到他们的话似的，依旧拼命地咬着铁笼栏杆，很快他的嘴便被磨得血流不止。省点力气吧，我刚来的时候也像你一样想从这里逃走，可最终呢，除了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、伤痕累累之外，再也得不到什么好结果。我劝你还是放弃逃跑的念头吧。我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我可不想自己剩下的日子都在这里度过，与其失去自由，行尸走肉般的活着，那还不如去死。说完，他又继续啃咬了起来。野狼听后愣了一下，然后朝铁笼外望去，空中一轮明月从云朵里显露了出来。野狼看到明月后显得非常兴奋，他对着月亮发出一声长笑。铁笼里小野狼满嘴鲜血地咬着铁栏杆，血一滴一滴地落在地面上，很快便形成了一滩血迹。趴在里面的野狼看到这一幕后叹了一口气，然后将藏在自己身后的一块食物叼了起来，放在了小野狼身旁。吃点东西吧。谢了，我还是喜欢吃外面新鲜的食物啊。哎，你这样执着究竟是为什么呀？为了自由。这新来的狼这么拼命的折腾，那肯定会死的。都说狼聪明，我看他们怎么那么傻。小野狼啃咬了一整夜的铁栏杆，就在天快亮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摇摇晃晃地走到了笼子中央后，一下子倒在了地上。他大口大口地喘息着，血不停地从他嘴里往外流出。喂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会流这么多血啊？我不行了。你不要胡说，你这是太累了，休息一下就会好起来的。没用的，我的血管被割破了，活不了多久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咬个栏杆怎么会伤到那里啊？那里的几根铁栏杆我已经咬断了，只要再咬断一根就可以从这里逃出去了。野狼听后一惊，
然后讶异地朝那里看去。那几根铁栏杆在囚笼的边缘，不仔细看的话很难发现。天啊，这真是你做的，你竟然把这么粗的栏杆都咬断了。你也可以做到的，只要你有一颗渴望自由的心。小野狼说完便停止了呼吸。野狼见后忍不住流出了泪水，他朝着外面的天空发出一声悲伤的长啸。天亮之后，动物园里的管理人员将笼子里的小野狼的尸体带走了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发现那处被破坏的铁栏杆。到了晚上，那只野狼也开始像它刚被关进笼子里的时候一样，拼命地啃咬栏杆。完了完了，看来这只狼也疯了，难道它忘了那只小狼是怎么死的吗？是啊，最近这段时间它都蛮安静的，怎么突然又发起疯来了？真是搞不懂这些野狼。不管它了，就让它去死好了，我要去睡觉了。野狼在那里不停地啃咬着铁栏杆，很快他的嘴便被磨得鲜血直流，但他依旧没有停止。此时在他耳边响起了小野狼的话：你也可以做到的，只要你有一颗渴望自由的心。突然只听咔的一声，铁栏杆被咬断。哎，开了，我竟然也能咬开这铁栏杆，说着他便用自己的身体撞击着那些被咬断的铁栏杆，很快铁栏杆就被撞出了一个出口。野狼兴奋地从那个出口跑出去，脱离囚笼的野狼飞快地朝野外跑走。天空中一轮明月挂在那里，远处的山林里传来了一阵狼的嚎叫声。我自由了，谢谢你小狼。天哪，狼怎么能把这么粗的栏杆给咬断呀？你看，这里的栏杆生锈得很严重啊，要不然它也没办法把它咬断而从这里逃走的。栏杆锈蚀，或许是它能逃脱的一个因素，但让它逃离这儿最主要的原因，我想还是它那颗渴望自由的心吧。嗯。接下来请收看《莲池海会》。